Then we sat down and edited all those bits together. All indigenous instruments and languages from the a u s t r a s i a n heritage recorded right across the oceans. Here's i g a s s i Cara. 阿美族的丰年祭基本上是没有歌词的。嗯、它只有旋律，有歌词的部分就是跟巫师有关。这种的术语的系统，比如说酒嘛哈、哦，可是你到巫师的祭典，它叫万。 好了，见识南岛，带你看见台湾，认识南岛。来吼大家好，我是谢雪清，欢迎你加入今天见识南岛的行列。在古典文学之中，有风雅颂赋比兴，他们用这样子一个形式跟描述来描写，就是古典的诗歌、乐舞，然后他们的表现的格式、内涵以及精神。那么时到今日呢，就是其实也可以类比。 在我们当代的音乐表现上面，而音乐正因为它可以承载人的情感跟记忆，所以它能够跨越时空，成为不同族群之间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哦。那么才会有一句话叫“音乐无国界”的说法。 但是音乐真的没有国界吗？到底什么是南岛风？那南岛风的音乐在跨文化的合作里面，又代表了什么样子的意义？那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南华大学的民族音乐研究所明立国教授。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那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的呢，是这几年在啊、呃，无论在文化奖项跟国际上都非常注目的小岛大哥的音乐制作人跟影像导演 Tim Cole。你好 h a for having us。还有共同的制作人哦，Bob Chen。大家好。Chan, 在今天的题目其实非常特别哦，因为我们其实，在构思这一节的时候，用的是夯南岛音乐。可是呢，我相信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没有意会过来到底什么是南岛音乐？教授，你的看法？ 南岛音乐大题目，呃，因为南岛太多了，包括的族群，包括的音乐类型也非常的多。嗯，那一个是说它的传统有哪些？嗯，有哪些的类型？啊，当然这个本身就已经非常的、非常的多元，非常的音乐的形式啊、内容啊，呃，都非常的多。更何况是如果是现在我们要有些新的创作。 新的组合的方式，新的展示的方式，嗯，它可能也有更多的形貌会出来。是，所以它是一个古老的议题，可是也是一个不断在延伸发展的一个议题。是，对，所以我是觉得它有无限的可能。嗯，好，那当然就我也想听听啊、哦，就 Tim 的看法，就在你的观点里面，到底什么是南岛音乐呢？哇哦。 Uh, that, that is a big question, and <laughs> yes. it's actually not one for me to answer, because mm -hmm. the musicians we work with represent these cultures, and th and that's their voice. And particularly, we work in a way that we don't tell them what to play and what uh, what to wear, where to record. We we just ask that they use the traditional instruments of their culture and sing in the language mm. of their culture, because mm. that defines relationships

不过呢，我要我要请教波波的问题反而不太一样哦，就是南岛音乐在目前的全球的音乐产业里面，它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产值，嗯，但是它在里面，你认为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啊、嗯，因为我们我跟 Tim 其实我们常常会去到一些呃国际的展会、音乐的展会，然后我还记得有一位乐评人，他他告诉我，他写了关于小岛大哥的专辑的评论，他就说，嗯。 南岛，或是说海洋，或是台湾，甚至到那两大洋的这这个嗯语、呃、族，在世界音乐其实是睡美人哦，哦它是一个还没有被发掘，就是可能非洲啊，可能是南南美洲，他们的音乐其实是非常闪亮的，但是我们像是一个还没有被发掘的宝石一样，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南岛的。 南岛的音乐，它是文化的一个展现，它是一个 ing 现在进行式的的概念。那在小岛大哥音乐里面，嗯，透过音乐家的串联，他们的合创，他们唱出来的，他们展现出来的就是南岛音乐。是对，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活生生，嗯、没有一个定型定位的的感觉。 对，你知道我刚才讲到睡美人，就让我想到有可能也是美小美人鱼沉在海底里面，但是没有浮出来被大家看见，但它一直都存在这样子。哦。那但但是我、哦、就是在这个音乐的表现里面，实际上就是我我想要再请教一下，就是你那个米老米教授，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人，他就是有因为很多人会有这种资格，就是文化就哦我才有资格演奏南岛音乐这样子。老师，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呃，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来说的话，包括西方音乐，嗯，我们看到西方音乐很多现在活跃活跃在这个乐坛上的舞台上的，也并不完全是西方音乐，嗯、是对，所以它就是我们从一个大的世界的角度来看，到现在谈这个文化遗产，嗯，呃，人类的智慧，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变成可以是大家共同。 呃，享用、分享、成长的一个一个,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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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保障一样嘛。嗯，那南岛的这个部分，刚才讲就是说，他也许是一个像是睡美人。嗯，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因为它的载体，以前的这个在传播媒体上，那西方的这个趋势，他们的发展，呃，算是比较比较前卫的，发展的比较好。 所以他们载体的内容就很自然的，我们会听到的西方的会比较多。嗯哼，对，这是一种工具使用上跟它的整个的包括帝国主义、包括殖民地主义的这样的扩展，是是相关的。嗯、那作为第三世界比较弱势的这个族群，<I agree. S 2> 那他好像看不见，可是呢，我觉得他可能保存了很多，嗯，很多不错的东西。是,是，到现代就是后现代了嘛。嗯 而且呢，我,我们不是用哪一家说了算嘛？不是一言堂的社会了嘛？嗯、那怎么样在以前被忽略的内容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凸显出或者呈现出它现代的一些意涵？我觉得南岛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是是，是所以就像南岛音乐，也许在发展的过程之中，也许也可以像蓝调或爵士一样哦。不过呢，就是究竟。 这个南岛音乐有哪一些它重要的这个起源？那么在采集上有遇到什么样的故事？甚至于在新时代里面的创生又有什么样的过程哦？那么将透过今天的展览介绍南岛，让大家能够好好的认识一下。Climate change, it is the era of our generation, of our era, and and we felt we really had to refocus our life how are we going to respond to this and all we asked it could be any song take us anywhere where anything all we asked just sing in your language and play the instruments of your culture because they define a relationship to your community and to where you are we don't want western instruments because they speak about europe 欢迎回到《杂乱见世南岛》。在这几年呢，受到大家瞩目的小岛大哥，是由来自不同地方的这个南岛的音乐人哦，那么他们共同来合作跨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出。而在演出里面呢，可以发现每一首曲子都是一条路径，而每一个路径后面都有它独特的故事，承载的记忆跟文化。而今天呢，就透过。 影像导演跟音乐制作人 Timco 的角度，为我们来分享，到底小岛大哥在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专辑里面，怎么从无到有，从一般的概念到完整的这个作品呈现，这中间到底有哪些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Timco。 I acknowledge the traditional custodians of the land we are on now, the Ketagalan people, and I pay my respect to elders past, present, and emerging. Now that's an important protocol, because it acknowledges that the land we are on now has a deep story beyond the one we know now. And as I'm bringing deep stories from other places to here, it's important to acknowledge the traditional custodians of this land. Hi. Uh, I'm Tim Cole. I'm an Australian music producer and filmmaker. Now, since my first trip to Papua New Guinea in my early 20s, I've worked with musicians there. I've been working with musicians on cross cultural projects in the Pacific and Australia with Indigenous people, you know, people keeping culture relevant and alive, you know, keeping the deep story strong. And it's been an incredible journey. And here I am uh, with Aboriginal Boralula songwomen recording songlines. Now, songlines, they're groups of songs sung to keep knowledge alive and pass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Before the written word, songs were used like this. And here I am in Vanuatu, in the blue whole lagoons of Vanuatu, and directing my first feature. And it's here. I heard the most incredible story. I was with the village elder um, chief, and he turned around to Babao and he said, "So, where are you from?" And she said, "Taiwan." And he said, "Well, we're from Taiwan too." It sounded like a joke at first, but he went on to say, "Our ancestors sailed here, but if you follow the the trade." Winds and the seasonal winds and the ocean currents—they originally came thousands of years ago from Taiwan, and from here they also spread their culture right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 Hawaii, Rapa Nui—that's Easter Island, Aotearoa, New Zealand—and down through Indonesia, Borneo, right across to Madagascar. That's well over half the Earth's surface climate change it is the era of our generation of our era and and we felt we really had to refocus our life how are we going to respond to this what can we do to protect our planet as as music producers so the next week we found ourselves standing out on the desert highway we'd quit our jobs we'd packed our world away into the back of the pickup uh, we had about 5,000 Australian dollars between us. I had some microphones, a camera and a dream. We had this dream to record music which spoke for nature, you know to create an a song line, like an oceanic song line, and to draw on that vision of, of reconnecting the Austronesian heritage, work with musicians who carry the deep story of the ocean. And our method would be... To go meet a musician on their island representing the voice of that island and to record a song. And then take that song to another island and there ask a musician listening on headphones in nature to contribute to that song, whatever they felt was right from their heart, from their ocean, from their island. And then to another island, another island, another island, and adding more overdubs and songs. And, you know, just just building this, this song line uh, over three years, we visited 20 island nations recording over, over 100 musicians. Um, and all we asked it could be any song, take us anywhere, where anything. All we asked, just sing in your language and play the instruments of your culture, because they define a relationship. To your community and to where you are. We don't want Western instruments because they speak about Europe, you know, other cultures. We want to speak about this, this, these oceans and islands. And yeah. And what we thought right now, it would be an adventure to share this idea, to take you on the journey of one of the songs as it grew. And this song begins in Papua New Guinea in Gubba Gubba Village uh, with a friend of ours, Irie Leckie. And Irie Leckie, um, after a week of recording, we were staying in one of the houses there, after a week of recording traditional Garamat and Kundu drums with Irie, we said, well, what, what are you going to contribute to a small island big song, Shout Out Aga? And he said, look, I know you said traditional instruments, but I'm going to create mine in my computer. Our culture is contemporary, and I am representing my culture here, as are all the people in the houses around me. And the way we use our culture, our instruments, I'm going to use it inside my computer because I also produce hip hop music. But this is music I'm in control of. So I'm going to give you some hip hop beats. And also, with these beats, I want you to connect them with people connected to the ocean because just outside. Here is a big coral reef and it's changing. It protects our, our houses from the ocean, but it's dying. We're watching it die, it's turning white. So find other people experiencing this and build them, have them play on these beats. So here's Ari playing, recording his beats. So with those beats, we we're off to Madagascar. And there in Madagascar, we went to meet Madagascar's living legend of music, Sami, from Tarika Sami. He is a master of all instruments, Madagascan, and makes them all. And he was also our guide to the west coast of Madagascar, to the baobab trees, and also to meet the Vez people. And the Vez people, the westernmost expanse of the Austronesian heritage, still living in their outrigger canoes. And after a week of recording with Sammy amongst the baobabs, we were back at the guest house doing more recording. And the guest house son, the manager's son, said, I've got to be a part of this. And I asked him, Sandro, well, what, what do you do? He said, Well, I can rap. And I said, Well, that's a coincidence because we just happen to have some beats from Papua New Guinea and they need a rap. And I said, But they're about the ocean. And I know you have a coral reef here. So, sing about what you're experiencing there. And overnight, he wrote this rap about again the changes they're witnessing on their coral reef. And he raps, The Turtles Are Crying. Yeah, Nusimami, my sweet island. Uh, Sammy, too, was hanging around and, and watching all this. And he, he said, Look, I've got an idea i've got an instrument, instrument with me which like the reefs it's endangered and if i can record this instrument onto this song it'll help people hear it it'll help protect this instrument it'll show it to the world uh, and we've got a really special thing right now because we're just back from australia on tour and sammy is here right here now with us and, we, and he's got his jage he's, be, he's had it on the stage in australia so sammy right now here he is. This is an instrument real very amazing from my country. It's called the ZZ. That is an amazing instrument. From uh, Madagascar, we went to Borneo, and there we met the Dayo musician, Arthur Borman. And Arthur Borman, he plays the Pratang, and it's been shown that this instrument actually traveled through with the seafarers, you know, to um, Borneo. So here is Arthur playing the Pratung. That is such a powerful hook line in the song. Then we moved across to the Solomon Islands to work with um, Charles Mamorosia, And there, Charles, he recorded a song called Nakawara Wara You've got to get on YouTube and hear that. Incredible. But after he listened to Gassikara and he said, Oh, I've got an idea. I could play my Ourorepi. And he also said, Look, I, I know what Ari's talking about, Ari Laki." Because our reef, we're seeing the same, and they depend on their reef for their, for their livelihood, for their fish. There are no supermarkets where he lives. Yeah, it's just stunning. And now the song is really coming together. But for a song like this, a hip hop song, we need a thumping deep bass line, and we are only using traditional instruments. So we're thinking where can we find this deep sound. You see that's the, that's the the core of this project what we're doing is that our culture our instruments defines our relationship to our community and to nature to where we're from in turn nature shapes our culture you know so we really want to talk about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places and the cultures that we're recording with not western instruments not a not a bass guitar or a, or a keyboard bass and we knew where we could get a big thumping bass line near charles's village but to get there we had to take a six-hour trip across the ocean wow so when we got there we found this the monica big huge bamboo tubes and there with ben hackelitz an old friend of mine he listened to the song cut the bamboos and then thumped out the most powerful bass line Okay, we, now this song is really pulling together, uh, and I remember when Irie Leckie, he said about the reef, it struck me that Australia's Great Barrier Reef is also witnessing the bleaching, and I remembered a, a friend of mine, Mal Power, rapper, and I thought we have to ask him to add something to this song. He's from the Torres Strait Islands, so he we went to visit him, and he gave a song, a rap, about to protect our nature, we also need to respect the wisdom from elders and also the wisdom from science of how we do protect the reef. Now, we're almost there. This song is almost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we were recording lots of other songs and building them all. And we were headed back to Taiwan after three years on the road. And we were there to visit Salalui, Xiao Chen. Uh, a great friend of ours and she went to took the we took the song to her and we said this song is missing a chorus can you ground this song can you finish this song and she took us back to the ocean and there she sung this powerful chant drawing on her paiwan heritage <laughs> Yeah, so that's Gassikara, that's the song. Um, the journey it took. And then we sat down and edited all those bits together, all indigenous instruments and languages from the Austronesian heritage, recorded right across the oceans. Here is Gassikara. Are. Yes, yeah, so that's Gassi To hear the full song, you'll have to go on YouTube. Um, and it's been an incredible journey. We've released two award winning albums, made a feature film, and been bringing these voices to stage. And it's been growing too. Yes, yeah, so, Sheshe, uh, Alai, thank you for, for having my story, our story, Small Island Big Song. Shout out our girl. <laughs> 诶，为什么说这个年龄阶级整个奇美我们没办法做一个循环？它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后来发觉里面有三个年龄阶级，大家都不知道。可是如果把这个三个年龄阶级都剔除之后，其他的几个二十个，它就可以有循环。基本上我是觉得以前做的调查资料，基本上肯定以前做的做法。可是，在计算了、在统计了之后，发觉诶，居然以前做的调查可能跟实际的有一些出入。 带你回到杂乱，见世难倒。什么是世界音乐、传统音乐或民族音乐？这样子的定义呢，似乎有点狭隘跟有点模糊。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好好的思考。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田野调查实际上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台湾原住民族的这个传统乐舞，也是透过学者从不同的方向。 到从民间的采集，那么到祈老之间的传唱之后，我们慢慢慢慢的拼凑出来一个重要的图像。而这个图像里面呢，也讲到了包括了文化的自我认同，还有包括主体性的论述。而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明利国教授，就要针对在这么多年来在田野调查之中，究竟他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故事值得让我们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让我们最用热烈的掌声，一起来欢迎明利国教授。 虽然各位观众，呃，大家好。那今天我就想说，透过几个层面的这个讨论吧。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布农族的《祈祷小米丰收歌》。那为什么从这个这个这首歌开始呢？因为这首歌在1943年由日本的学者这个黑泽龙朝他在台东的李荣山社哈，然后发现了，然后做了记录。 然后到一九五二的时候，又寄到联合国去，那受到了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很重要的学者的一些重视。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它的那个所谓的合唱，所谓的这个 polyphony 啊，所谓的合唱的非常有特色。可是，在长期的这个这个学术界的讨论当中，那这种时间大概也将近有半个世纪了。 从一九四三过来，那我是觉得有一个问题好像一直没有解决。当我们很熟悉西方的和声的体系的时候，我们用西方的那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嗯，好像也不太对，不太容易了解他们和声是怎么个处理的方式。对于不同的文化，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很好的方法去了解他们内在的思维？因为同样一个现象，你不同的文化背景的时候。 你解读的方式会不一样。当我们从和声、从合唱这样的几个声部的角度去去了解这个不同组的这个合唱的时候，我们就很奇怪：你为什么这一部唱一唱，你又去唱另外一部呢？为什么一个人你的唱的方式可以是流动性的呢，而不是固定的呢？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在这样的一种现象上长期以来不能解决的这个。 问题的就基础上，文化内部的观点去解读，那个解读的方式就是，基本上我们要了解布农族语它本身用什么样的一种术语，来去称呼这样的一种歌唱的方式。所以我在一九九一的时候的论文当中，我已经就很清楚的标明了，就是把几个部落不同的不同的部落，可是它的一种族群。 它的一种语汇的分类，它的一些术语系统，都把它列出来，而且发觉有规则。那种规则是一种结构性的规则，可是呢，这种结构会形成它的很多的变化，可是基本的操作方式原则是类似的。那这种的假设，其实我在一九九一的时候，在国家剧院的一个大型的展演当中，我都要求这几个不同的部落。 罗纳、明德，嗯、呃，然后 v e r v 就是雾鹿，跟桃园高雄的桃园四个部落，主要是郡社群的，让大家一起唱这个歌。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反对，没有一个老人会赞成。他说我们从来没做做过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不同的部落唱的都不一样啊！我说我们做一个测试，如果这首歌是布农族代表性的，布农族的。 俊社群的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歌，虽然每个人唱的不太一样，可是根据你是一个领唱的，所谓的满精灵或者是满大，你的角色很清楚，知道你在怎么去带领，怎么去打破那个音乐进行的内容跟过程的时候，我们分成几个部分，可是大大家达成协议之后，有没有可能把它唱出来？对，我就请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他是。 军社群的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音乐的时候，那我们也都会唱。那请问我们能不能把它唱出来？那我我说这个我不建议说以后我们要这样唱，就是纯粹当做一个测试跟试验，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传统的基本的逻辑的结构上、架构上，能够呈现出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好好调整的可能性。 结果我们在舞台上只练过两次、三次，就唱得非常好了。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没有一起唱这首歌的郡社群的四个部落，相隔很远，然后唱这首歌。所以经过这样的一种一种测试，跟部落的这个长期的讨论，我发觉就是说我们的一些研究，其实很多需要做一些检测，就所谓的这个这个检验了。 我们自己分析的族人认不认同？那族人的想法我们了不了解？透过一个可以了解族群内部的想法的这个观念，然后进入到文化的很多的不同的层次，然后我们在知识上操作的时候，在田野在工作的时候，可以怎么样结合？怎么来运用？怎么来去借着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知识知识上的策略，能够了解这个比较古老的原住民的这个文化？ 下面一个例子呢，我就谈一下阿美族，像奇美部落为例的话，它都有二十个这样的阶级，大概三岁呃一个阶级，这样整个部落，所以大概就有三十三岁一个阶级，二十个阶级，至少就有六十年一个 circle。那这样的一种一种制度，在早早年的时候，中研院他们都做了非常多这一类的基本的重要的民族志的资料。 那有一些部分，我要今天特别要讲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说有些部分我们发觉，哎，奇美部落好像它的 circle，它的这个循环的这个年龄阶级，好像少了几个名字，或者多了几个名字。那那我是借着这种展演的方式，后面我会谈到，就是现在就是我们粽子用展演，像跟歌舞有关系嘛。可是展演有没有可能带动了整个文化的自觉？ 文化的内省，文化的再造。那因为演出嘛，所以我就召集大家说：“哎，为什么说这个年龄阶级，整个奇美我们没办法做一个循环？它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后来发觉里面有三个年龄阶级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我基本上我会存疑。可是如果把这个三个年龄阶级都剔除之后，其他的几个二十个，它就可以有循环了。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以前做的调查资料。 就基本上肯定以前做的做法，可是透过因为这样的展演而把每一个年龄阶级的人都叫出来之后，大家再计算了、再统计了之后，发觉哎，居然以前做的调查可能跟实际的有一些出入。那我们借着这个这个实际的展演的这个整个工作的团队，我们似乎也可以整理出我们部落长期以来大家觉得有问题的某些的部分的一些记录。 呃，这是在，在这个奇美部落，我们在做了国家剧院的1991990做的这个展演之后，我们发觉，哎，好像它可以发挥的一些作用，甚至可以对于这种知识上，它都有一些建议跟帮助，所以可以用所谓的应用的人类学，或者是应用的民族音乐学这样的角度去看待这样的一种展演。我们现在。 谈到另外一个层面，因为歌舞本身，像歌本身，像阿美族的丰年祭，基本上是没有歌词的，没有歌词的。那嘿呀，那咿哟咿嘿呀，咿嘿呀，嘿呀嘿呀，嘿哟咿哈嗨，没有歌词，它只有旋律。啊、嗯，可是呢，有些的音乐它是有歌词的，那像阿美族。 这方面比较有特殊的、有歌词的、固定的歌词的，有一个部分就是跟巫师有关。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少了。那我也是觉得要特别呼吁一下，这个真的要要去做文化资产的保存，因为人数越来越少。早年我在做像米族的时候，阿美族的阿美族这个里漏部落的巫师祭的时候，还有二十几个巫师，现在大概五个不到了，呃，消失的非常快。 可是他们的这个祭词，他们的整个这个语汇的系统、信仰的系统、神明的系统，还维持得非常非常有特色。那而且他们的那种的术语的系统、语汇系统，都不是一般的语言，都不是一般的语言，都有它专门的术语。像比如说，呃，阿美族说这个九五八九嘛哈，可是你到这个巫师的祭典的时候，记忆里面它就不是叫八，它叫零二拉万。 就完全是变成另外一套的语言了。那这是一个阿美族的借着祭典仪式，其实我是觉得它里面保存的这个术语、特殊的那种的文学上的修辞、语汇上的运用，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这个在音乐当中，呃，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部分。那再过来像是啊周、呃、族的叫 masvi 里面的祭歌。 阿古易达玛乌雅西，听那拉哈拉乌玛，什么意思？我知道，<laughs> 因为他不是现在的语言。很多年轻人，我我在有一次在祭典的时候，有一个有一个周族年轻人，有有,有喝了一点酒了对，我听他在旁边讲的很大声哦，他说：“我难道不是周族吗？我为什么听不懂唱的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很普遍，这也是要给原住民朋友大家反思的一个一个一个地方。我们自己是原住民，我们自己是汉族，我们自己是哪一族？对不起啊，你不学的话，你还是不懂文化是什么。这文化是学习的，DNA 可以传承，DNA 可以遗传，可是文化，对不起，不可以遗传。你非得要好好学。近几年来。 各族群老一辈的，大家会发觉凋零的很快。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知道是转机还是危机啊。可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看到，的确看到，哇，非常多的年轻人回来参与。可是年轻人回来，声音是蛮大声的，可是声音合不和谐呢？也是个问题。呃，长老说没关系，你愿意回来就好。 声音跟声音之间的和谐度，有些很微妙的感觉。那个是要长期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你感情很好的时候，我才知道你唱的什么音，我要跟你怎么和。所以布农族的这些老人，我再回到布农族去啊，我说你们怎么唱这个歌啊？他说怎么可以这么和谐？他说就是他怎么去形容那种休戚与共的那种有默契的那种感觉？他说我们上山打猎哦。 前面我看前面的脚不对哈，我就觉得今天的猎我都打起来怪怪的，<laughs> 就是那种默契，其实其实是在生活里面很长期的时间的一种一种相伴，一种陪伴，那种默契才会有。所以音乐这个东西不是只是技巧，跟你表现的声音好不好而已。你到祭典的时候再回来一起参与，你唱的很大声呢，对不起，声音不见得好听，可是。 部落的长老会说：“没有关系，只要回来就好。”所以这种现象其实并不仅仅说你的诗歌的内容它有多么艰深、多么困难。我跟长老、跟头目，我们为了翻译这个特夫野大社的这个诗歌，我们都搞了十几年。呃，真正部落能懂的人其实不多了。那我相信南岛语系里面这一类的音乐、这一类的诗歌一定非常的多。 当然，这一类的东西，我觉得它不一定可能完全都拿出来。可是，怎么样把里面有可以拿出来的部分，像阿美族的 misalugial、misalugial 这一类的歌舞，马拉卡 o 这一类的歌舞可以拿出来，呃，可以呈现出来。可是，m a 马 o l 拉的部分，如果部落同意，当然也可以拿出来。甚至包括 Miasvi 的祭歌，呃，达邦社，达邦社，对不起，他他不可以。可是特富也社会拿出来。 那我觉得是说，在部落的认同跟他们的禁忌的容许跟可以调整的范围之内，怎么样把他们的这个特色，透过现在的方式，能够呈现出不同的类型？我觉得小岛大哥也在带领大家朝向这方面来做一些思考。他们也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那台湾的原住民族族群，包括那、呃、卑南呃南王部落已经有八个金曲奖了，呃卢杰星，包括阿妹。 大家也都在做很多这方面的努力，那希望在传统的基础上，传统不是只是过去了，传统的东西很多，它可以成为现代的材料、现代的创作的或者是素材的一部分。那新的东西呢？创作的东西，它可能很多也是古老的一种在变化，或者是在加强的一些一些处理的方式，用现代的一种方法啊，科技啊、节奏啊，用现代的电脑的这这方面的合成。 我觉得可能性都非常的多。那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种，我自己就是小小的一点经验，就是希望在大家在思考或者是考量这南岛音乐是什么，呃，这样的一个大的议题的时候，怎么样把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不要那么的二分法，而说让他们彼此互为养分，彼此互互为，互相成为这种大家可以成长的、可以学习的这样的管道。 呃，这样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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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分，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这个跨越世界最远的族群就是南岛语系。呃，这样的智慧，我相信在二十世纪以后，怎么样追随这个祖先的这个脚步，能够有一些更大的视野，呃，更大的领域去开发。我觉得音乐在哪里，南岛语系的生命就在哪里。谢谢大家。 因为音乐本身会讲话，嗯，哎、呃，它的旋律、它的节奏，我一听就,就是知道了。是，那请问难导是什么？有哪一些它可以被提炼出来？All we asked was that that you use your traditional instruments and sing in your language, because because that's unique to place where you're from. 当人和谐的时候，音乐也是和谐的。 欢迎你回到《杂乱见识难倒》。在今天呢，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哦、啊、来讨论什么叫做难倒音乐。那大家看完之后呢，或许心中有某一个图像或者是声音，它是不会那么清晰哦。那但是呢，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故事可以去讨论。刚刚我们从那个明教授的分享里面讲到，这些文化认同跟自我。 怎么样去看待自己？其实音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嘛。嗯。那刚才其实我们刚啊，就是听到 Team c o d e 的分享里面，哎，就不同的地方采集。其实教授有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啊，就是到不同的地方去采集，听见不同的声音这样子。那对于这样子一张专辑啊，就是哎，那教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因为这个关于这个所谓的世界音乐哈、哦嗯、这样的一个议题，这样的趋势跟这样的做法，其实。 至少在 New Age 以后，大概这样的一种观点跟这样的作曲的风格吧，大概都不断的会被提出来。西方的文化来操作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发觉它不管怎么样，它隐含的一些西方的思维的惯性，在隐含在作曲的技巧里面。是。那可是怎么样在这些差异性里面？第一个就是区别于呃现在市场上不一样的东西，然后。 你还可以被接受，<laughs> 因为音乐本身会讲话。嗯，诶、呃，它的旋律、它的节奏，我一听就知知道了。是，诶、呃，那请问南岛是什么？有哪一些它可以被提炼出来？嗯，比如说，它可能是一个，它可能是一个 polymetric，它可能是一个副节奏的，它不是一个等值 isometric 等值性的节奏，符合现在摇滚的、爵士的，或者是现在一般大家习惯的那种等值性的节奏。 当然，刚刚等值性的节奏跟舞步会有关系。呃，从西方的这个，从以前的萨拉班达、ziga 那些，从文艺复兴时代一直过来的西方的传统的古典音乐这个影子，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嘛。我们用小节线还是用小节线？那个其实跟舞蹈的等值性节奏会有关系。嗯、那南岛是不是这个样子？它它可以不等值吗？可以，舞步是一回事，你旋律是一回事吗？嗯、<哼>可以啊。 那我们要怎么在音乐上呈现出来？是，那这种特色，我觉得在群体性的舞蹈、群体性的仪式性里面，其实这一类的东西还还蛮丰富的。是，就音乐本身的特质来做分析的时候，怎么样在里面找出一些其他的文化当中比较没有的元素？嗯嗯<哼>，那我们再把它提炼出来。是，其实就提出来方案，就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在。 再深思下去、哦，但其实我还要也要请教 Tim 哦，就是通常就像呃，我像 Daniel Ho，像这些朋友们，就是当他们演奏所谓的这个，譬如说夏威夷音乐或南岛音乐的时候，他们就被评为叫你是 outsider，那甚至于呢，有些人就你没有资格，或者說你不可以，我说你演奏不是我们南岛音乐，嗯、对，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 insider 跟 outsider 的问题，对，那。 就, 就是Tim, how do how do I produce music that that has integrity to it you know with the artists that that we work with so that's why when we met our musicians on their islands, all we asked was just share a song, you're proud to represent yourself. And your community, your, your island, with we don't mind what that song is. It mm -hmm. could be traditional. It could be it could be reggae, maybe yeah. hip hop beats. Sure. But all we asked was that that you use your traditional instruments and sing in your language, because mm -hmm. that's unique to place where you're mm -hmm. from. It, it, I mean, these are difficult questions. What, what, how to maintain that? That's why we did here, yeah, hoping through using languages and instruments that. We could create something unique, and I wanted to surprise myself. I, I wanted an outcome that I couldn't have thought of, because my our bottom line is I really feel that Western culture at this time is failing us, because there are issues in our environment, our ecosystem is collapsing, climate is a reality, and there are other perspectives looking at culture, and we may just capture something in these.

我觉得，嗯，我想要回应一下，嗯，明教授刚,刚有说到，嗯，当人和谐的时候，音乐也是和谐的。像去年我们在美国巡回了四个月的时间，那你可以想象，八位音乐家来自不同南岛的国家，然后我们很像是被海洋串联在一起的一家人。是，所以对我来说，那是很，那是。 做小岛大哥最最大的初衷是，嗯，其实波波你的回答也是我们《杂乱》这个节目最就是它的初衷哦，嗯、因为《杂乱》是路是足迹，也是船行过的这种这种痕迹啊，它其实代表就是串联彼此一个非常重要的的桥梁跟沟通、哦，所以音乐它就有负担有这样子的一个。 意涵哦，这精神意涵哦。那希望呢，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让大家能够先进入这南岛音乐的世界。无论站在传统的乐舞，或者是这个在新时代的创生里面哦，那希望呢，大家可以在里面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啊，有些发现。那我们希希望你更多更多的朋友来关注台湾的。 这个原住民族的传统乐舞跟我们的南岛音乐，那今天非常感谢三位老师一起的分享，也感谢菲比老师今天又辛苦的翻译，这样子，对啊，那我们在下一次呢，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邀请到大家来继续谈关于音乐或者是关于这这旅行上的见闻，那我们来监视南岛展览，我们下次再见喽，谢谢大家，谢谢。 小米占卜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仪式，会不会有一些的这个灾害发生？结婚的时候，除了它是一个聘礼之外，其实它是一个种源的流动。在丰年期的时候，不同部落会把所有的作物跟其他部落的人一起分享。如果今天没有小米这些多样性的作物保留下来， 我们的文化也会跟着四维。生物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哦、它的一些古老的基因会成为未来在品种或物种上它所需要的一段 DNA，它可以协助我们重要的这个谷物，可能可以度过气候的变迁，可以协助有一个大量的生产去供应未来人口激增的一个食物的需求量。